我们家是经常煮饭的，我自己周末也经常煮。那我很喜欢煮咖喱，因为呢，在早上要出门的时候，终于拿出来看，发现，的确，我的咖喱粉是寄生公司的，就是整个案件一起头的那一个，这一页都是同一个集团，他们说他们是亲戚。你会相信？虽然你们徐府在那里，我是听不下去。你们吴秀梅讲的，我也听不下去啊。吴秀梅说，三 A 致癌物质又不是一定致癌，但我们听不下去。林委员午安，陈院长，恭喜你当选连任，还有妇女节快乐。好，谢谢大家一起快乐哈。我今天有点不太快乐，是因为我其实这一阵子蛮忙的。那我们家是经常煮饭的，我自己周末也经常煮。那我很喜欢煮咖喱，因为呢，因为他煮了一锅，大家可以吃一整天。是，对职业妇女来讲，它很方便。那我就想说，该不会我也中标了吧？哈，然后我因为很忙嘛，所以没时间去看。那今天在早上要出门的时候，终于拿出来看，发现，的确，我的咖喱粉是寄生公司的，就是整个案件一起头的那一个。但是很不幸的，然后我们要去这个我买的超市换货哈，也不能退。那而且我的那一批货的到期日子，不在不合法的公告的名单里面没有。但我今天要再跟你讲这个哈，是因为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作为一个食安的关心的人哈，其实我们真的很在乎。可是我们更在乎说，因为我们知道食品的产业很宽很广很多，很难叫一一管得齐全。可是我们唯一要求是说，至少出问题了，政府要好好的管吧。这个这么卑微的需求，至少出问题了要好好的管。可是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业者非常胆大包天，在哪里你知道吗？业者部长在这里，部长。当时跟大家报告，去年的12月11日以后，我们的边境查验从10%一路走到20%、30%、50%，到去年的12月11日，边境的查验是100%的查验了。可是我们从卫福部的网页里面看到了，即便是100%的查验，这业者还可以在1月6日，今年。就是你宣布100%查验的时候，他在今年仍然进口了这一张单是13696公斤，下一张1月28日仍然进口了9000公斤，再下一张，再另外一张第三张是一样是1月6日仍然进口了15000公斤，这同一群业者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我都要100%查了，他还不怕，仍然进口了40000公斤的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，所以这个业者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嚣张至极嘛。那我们后来又查到这个业者哦，他在我们的登录溯源系统，因为我们都讲说啊，不会再有系统性的风险了，因为我们有溯源追踪系统。这个事件告诉我们，溯源追踪系统呢，移动欧北登录，它登录上游跟谁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食药署也很认真的禁止了这家厂商，不准再卖到台湾来。可是它禁止的是一家船务公司，叫 Kevin Shipping， 它禁止了一家不是食品厂商，是 Kevin Shipping， 它不是食品公司，是它是他们船务公司。而我们政府禁止的船务公司，可是他真正的供货商是谁呢？是这里，我们这九家，我们先看这一页，你看，这一页都是同一个集团，他们说他们是亲戚，你会相信？2631号，1号1楼和2楼，他是透天厝同一栋房子里面，透天厝哦，登记了五家公司。265也是透天厝，都是住宅民宅啊，里面登记了3家公司，他们文龙东路同一个负责人，还有另外一个，他们还有工厂也在文龙东路，但是是31号，我查出来的。好，他们有一家人头公司叫做
龙海同济，院长看得到吗？龙海同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到中国的公司登记网去看，龙海同济负责人一模一样，跟刚才高雄的那九家名单登记龙海同济的负责人一模一样，成立日期1997，他做了营业范围加工蔬菜水果加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海关边境是我们源头管理的最核心。对，第一个他随便登登，第二个他登载不实，登载了船运公司，可是我们禁止掉了船运公司不能够再输入东西进来，可是他真正的输入到台湾来的不是开封食品啊，是叫做龙海同济，叫 Eastron， 其实你们也有查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口，这个制度绝对要从源头改进。我们有登，还要数登录登载不实，那是抓到才那个。现在你抓到他了，叫他供出上游是谁，供不齐全；叫他供出下游流向，我的那一瓶胡椒粉不在他们下游流向之列，下游流向批号也都对不起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绝对要彻底的革新。院长，给我们一个源头管理，是一个真正的有管理的源头管理。然后这一种登载随随便便填一下，然后用源头公司一次九家登记在同一个地址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对，确实，我谢谢委员能够查到这样的情况。我想未来我们在整个登记的这个过程，还有呢这个厂商的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一旦有该惩罚的部分，或者是要该改进的部分，我们一定要要求他改进。这个实在是太，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吗？他查验了，你100%要查验，查验40000公斤，3批不合格，他不用付出成本，因为他只要退关，退出去中国，再给他们龙海同济再包装一下，再重新呢，再船运再过来再送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没有成本嘛，除了船运运费一下，其他他只要退关，货还在，以后食品如果是这样子被验出掺有。虽然你们徐府在那里，我是听不下去。你们吴秀梅讲的我也听不下去啊。吴秀梅说，3A 致癌物质又不是一定致癌，但我们听不下去。这不对。好，没关系。如果有这种状况，一律销毁，不准退关。他才会怕，做唔到代志的业者，然后叫人抓到，免付出代价，无了钱，未赔钱，没有成本，下次敢再犯。而且原货退出关，在海公海上绕一圈，马上又进来，你看又进来，这个就是事实摆在眼前，所以一定要销毁，一定要叫他们不敢再这样子做，我叫惩罚。好，谢谢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